早餐不知道吃啥的，一定要试试这个山药葛跟玉米羹。它的配料表很简单，只有葛跟玉米、山药和红枣粉，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和色素，营养又健康。直接用80度以上的水一冲泡，满满的膳食纤维，香浓的玉米味道。现在还有活动，39.9两罐，还送杯子和勺子，真的非常的划算。